打开腾讯视频首页搜索横冲直撞20岁第二季，更多独家视频精彩花絮等你来看。登录腾讯视频参与大壮福利社活动，为火箭少女101发电，就能解锁团综彩蛋视频。每周电力值贡献前三名的用户将获得火箭少女101专属福利，成功解锁11周彩蛋还将掉落惊喜。本期分为上下集，看完上集记得选看下集哦，解锁少女们更多精彩瞬间。第一件事情是发射火箭，再跑远一点点啊！我的掉下来了，再飞了！独家定制火箭少女版风筝，真不要脸！可以用方言试试。喂，带溜带溜！期待的部分来了，还能画出你们印象中的我。不住的年轻人，本节目由斯凯奇赞助播出。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很喜欢画画嘛，所以想让大家就是在纸上画出你们印象中的我。啊，好的。别画酒窝了吧，你们一说就行了，画酒窝会像两个坑。我也觉得我画完了之后真的就像两个坑。小别冤枉。莫美琪你在干啥呢？给他踢成肉肉。莫美琪什么在找图？哇，莫美琪在找图。这个好了，我画完了。好了，我也画完了。你说你画了个螳螂，绿绿的。我看一眼，我看一眼。小七说我不承认。我承认他是人吗？因为我觉得虽然小七看起来感觉小小的很可爱，但是其实他很多的时候其实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力量。其实在我心目当中形象是一个比较高大的2米5的姐姐。 Good, very good。 因为小七一直都是一个给大家带来欢乐很正能量的人，原来她的这样子的一个特性的形成其实是跟她之前的很多经历和她的成长轨迹是分不开的。你好好画个兔子不好吗？你现在这样好吓人呐。妈呀，我以为你画得很好看呢。哇，我画得很好看，这个五官比例一点都不像我。我画兔子没有，因为我觉得你是有一点肉的，就是你笑的时候呢你的门牙看得很清楚，就是矮小小小小只的。然后你有些话听着也不知道是夸还是不是。是夸的，是夸的，就是你笑的时候就是特别可爱。 OK，有感觉到这里就最点题的其实是散逆，因为他画的是就是印象。那我们画10个兔子给他。我画10颗门牙给他。我杨超越，我这幅画画的是赖美云初舞台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也觉得她的衣服可好看了。哎，你的衣服画的好像。哎，其实我觉得有点真的有点神似。你这个衣服也很像。你这个让我想到了一个英雄，智商250。哇，好灿烂的笑容，好少女漫，笑鸡，笑笑，这是笑鸡啊，这块是笑鸡，我们看你们有啊。对，终于不是我担心的那个样子。从子宁的画中，我还悟到了另外一种感觉，就好像是赖小七是一个带来快乐的女子。是的，就是很元气啊。没有很元气吗？谢谢谢谢。哎呀，更可爱的是咪咪在下面标了一个小朋友们跟我读笑啦笑啦笑。对。
因为我觉得小七他是一个特别聪明伶俐的人，平时就是搞气氛嘛，然后呢也很会说话。哦，压力是抽象，是抽象，抽象。在我心里面，小七他是一个就是想象力特别丰富的一个人，就是像水一样，他有很多种存在的方式。你的爱我收到了，你的爱我收到了。哇，压轴是。在我没给你解释之前，你看得懂我画的是什么吗？就是我想表达的是，我对你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觉得你像，这些我是画上的这些东西一样活泼，就是像鸟一样活泼。然后呢，你唱歌也像小鸟一样动听。谢谢。我是想知道，就是刚才彩虹就是很惊叹的美琪的画技，到底不是不是那一幅？是啊，只是他就是拿着那个你对照着照片画，画出了这个样子，挺好的啊，你看。是纸的问题，纸的问题。小七，我给你附加了一个，我画了个甜甜圈，就是小七很喜欢吃甜食。你怎么不说那个是一个唱片，你说我嗓子像吃了 CD 一样？那哪种 CD 呢？是那种卡了壳的那种卡带的。打啊！打。其实我也画了一张，这个呢不是我画给自己的，是我画给大家的。哦。嗯，是这样子的。哇。对，这是一个煤炉灯。啊、意思呢，其实是我是觉得大家像我的指明灯。对，因为我觉得我在就是在出道之后，在成团之后，我觉得每个人我都能够从你们身上就是学到什么东西，然后在我很难过的时候，也是大家就是就帮我照亮驱逐那些就是黑暗的东西，就是不开心的东西。当我们十一个人都聚在一起的时候很温暖啊、因为火箭少女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样子，它让我就是从一个一直就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有自己颜色的状态。我觉得就是有时候自己做的一些很细微的一些事情，他们其实也都看在眼里，没有看不到，那个让我很感动。今天我们也见到了小七的妈妈，嗯，然后其实也让我想到了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嗯，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觉得自己的父母好像有点变老了、那种感觉、有。今年是回家最久的一次，回了快两个月。然后呢，就是跟他们聊天，那一天我就突然问他们说：“哎，你们现在多少岁了？”我就这样，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了一下，这样算一下，他们也50多岁了。但在我的记忆中，我觉得他们才刚40，你知道吗？就觉得哇，时间是不是过得有点快？然后我就说：“爸，你都已经53岁了，52、53岁了。”然后他就转过来说：“我永远18。”跟我妈一样，对，跟我妈一样。对，然后后面几趟回去吧，我妈的白发变得很多，就每天都要让我大弟帮她拔。我爸就是原本下午都是会跑步的，然后这一次回去，他只能走了。就是我就说：“哎，为什么你都不跑步？”然后他就说：“他的腿跑不动了。”嗯，然后就觉得好像真的时间过得太快了，我觉得好像还没有时间好好的跟他们享受吧，他们就已经开始有变化了。其实我很害怕，就是有一天不会的，对，我老家的家是住在7楼，但是呢就是没有电梯，就是走上去的那种。然后我每一次回家我都至少是2个大箱子，然后每次回家呢都是我爸帮我扛箱子上去的，从1楼扛到7楼，就来回就4趟了。就是近几年我发现他走楼梯没有以前那么的灵活，他以前会很快的，我可能先上去一会他就到了，
但是我最近这两年我上去可能就吃个东西啊，然后他踩到，然后后面我就说，我说哎呀行不行啊，就是太危险了，我说还是我来吧。然后他说你做这一行的，你在就是外面，我知道你要扛很多压力，那这个箱子就我来扛吧。对，他说至少就是他觉得这样子能帮你分担一点。对对对，然后但是我看到我会很心疼，就觉得那一瞬间。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每次回家要离开家的时候。我跟你说，每次我寒暑假回家，然后我爸妈都会就是送我去机场回北京嘛，然后就送到机场，我其实我最不愿意的事情就在他们面前哭。哎呀，完了完了，刚说完。素材来了。所以就是我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我是绝对不会掉眼泪的。哦，我也是，绝对不会。对，就是，然后就是一转身就整个人就是完全崩掉那种。我也是这样，也很怕，如果自己万一自己掉眼泪，然后爸爸妈妈，因为我一哭，我妈就会哭。对，是这样子。我只是偶尔有的时候会觉得父母变小了，我会觉得就是说，哎，你这个真的，我都跟你讲了几遍了，这种是骗钱的，你怎么还去？就是妈一样，就是以前小时候都是被妈妈这么唠叨，现在长大之后就是，但是这种语气跟小时候那种语气就直接对调人了。原来小时候都是父母这么跟你说，然后长大之后嘛，你跟他说，但是他也就是也没有再像以前的时候反驳你，他就其实也在听，然后有时候也无助的时候就像个小孩一样，然后就觉得有的时候会觉得父母小了。就是疫情期间，然后我就一直打我电话跟我妈，就是说那个酒精啊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她说哎呀没事，她就会觉得她自己觉得还 OK 了，可能戴好口罩之后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就一定要我一直说一直说，她说好，我知道了，所以就变成我们爱去唠叨多一些。她以前是属于就记性很好，他记得我小时候任何一个时候的样子，然后还记得就是我以前做过什么事情，然后还就反正他，因为他一个人就是理家务事嘛，他就是我一他带我，然后他什么事情都要他自己记，然后他就记得很多，记性也很好。结果突然就是再隔一阵子回去的时候，他就发现已经记不住事情了。哎，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一个习俗，就是说如果爸妈开始一直在讲，就是哎呀你小时候怎么样，就会跟你聊说小时候之前，就代表他们是真的老了。哎，我今天我妈妈来的时候，然后我看她又有一根白头发，因为我一直在给她拔白头发，拔了又长，拔了又长。我妈就是瞒着我，然后买那种染发膏放在那里，然后有一次看见我就觉得就心疼了。你知道我一直很讨厌自己一点，我觉得我就没有很好的去珍惜我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对，很长时间才能见一次妈咪，然后就真的特别明显她老得特别快，就是自己感觉会明显。这是我第一个闺蜜，哇，是吧，像吧。哎呀，我自己会吃啦，20多岁啦。哎，真的是我真的会就是很害怕，如果他真的有一天没有办法照顾我，我会觉得自己照顾不好自己。我是不是起高了？太了解，只凭直觉，你现在。姐妹们，快来咯！姐妹们，今天我们不是要去开演唱会吗？然后呢，为了这场演唱会，斯凯奇爸爸特意为我们准备了。
斯凯奇美少女战士联名款系列服装。江江 Sailor Moon 这是我的了。好的，还有这个鞋子，这件黄色，这样子看一下。好，那我们去换衣服吧。走吧，出发，耶！那各位，今天的第三件事情，开演唱会就在这里开，这是一个剧院。但是我们开的不是我们平时那种演唱会，是合唱，合唱。哦，对，就是我小时候，大家都知道我在合唱团，所以想带你们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我小时候童年在合唱团的感觉。一会儿就带你们见一下穿白色长裙我的闺蜜，走吧。妈咪，你看这个合唱团在纳新，我也好想加入啊。哦，我们宝贝又有新爱好了呀，这次准备坚持几天呢？哎呀，这次我一定能坚持的很久。好了好了，既然你这么喜欢，那妈咪也只能支持吧。就是一个演出的音乐厅，但是其实剧院都很像，都是两层，然后这里一层，这里这个到上面。啊，好想你了！哇，好激动啊！啊，来来来，我们往这走吧。好呀，老师好，你们好，姑娘们好。这个是我中学合唱团的指挥老师胡曼雪老师，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闺蜜，快到了。老师好，老师好。指挥老师，我中学合唱团对我的影响很深。然后也是因为就是有胡老师、王老师，还有彭老师，就是很多老师，然后还有很多姐妹一起在合唱团，所以让我的就是中学生涯没有变得没有那么枯燥。合唱是我坚持最久的一个最久的一个爱好，嗯，对我影响真的很深。我为什么会一直继续舞台，也是因为合唱团，让我觉得就是在台上唱歌的感觉非常好，所以我会很喜欢。我后来知道就是合唱团后来唱了我们的歌，我们的歌真的卡路里。对，因为不仅仅是合唱团呢，在学校里面比如说有一些唱就是有十大歌手的，他们可能也选这个。对，所以卡路里在学校里面非常的火。谢谢。所以说我们今天来到这里肯定是要合唱的。对，肯定要。可能今天我会和胡老师一起把卡路里就变得有合唱的感觉，会非常不一样，又我和卡路里又会多一个版本。对，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那我们就开始分配啊，开始分配吧。哦，我们把谱子拿一下哈。嗯，哦，老师准备了谱子。问一下，是不是唱一首？老师，我想问一下，小七在团里面就是表现的怎么样？就是他是唱什么？哎，我其实什么声部都唱过。厉害！赖老师。他是唱高声部的，那他肯定站在最前面的一排。对，我无论唱什么声部，我都是最前面的一排。对，他是属于那种集体荣誉感特别强的，就初一的时候就是在团里面只能是姐姐好，老师好，好，然后初二开始了，就是别人叫他们姐姐好，他们讲嗯。啊，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对对对，然后就是这样的，他经常会从那个队伍里冒出一个声音来说，不要吵了。不要讲话了，是我吗？对，就是你。荣誉感特别强。分下声部吧，你对他们了解，你分声部吧。我的建议是，没有唱过和声的朋友的话，他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会被旁边人带跑偏。我知道有一个办法不容易被带跑，唱大声一点。合唱是不能大声，那我就去主旋，我也可以过来。那就高声部就是子宁、大娟、付晶、超越，然后轩怡、美琪、
咪咪和我们是中声部，散逆彩虹压米唱低八度的主旋律，低声部就三个。开始练习，哆咪嗦哆，哆，结实一点。我就让他抓了。对，你们两个稍微有一个人有点偏高，我很容易往高跑，你知道吗？结实一点。对，你好大声。那你这样子，你站在中间来。对，你站在大家听着我们的，好吧？听着我们。好好，再来一次啊。哆咪嗦，再一，走。哆咪嗦，好一点，非常棒，好。这样子，大家请看你们的谱子。对，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其实想唱成和声，有种阿卡贝拉的感觉，就是 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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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e， 对，就这种感觉，瞬间明亮。因为他平时也是会组织大家要怎么做怎么做的这样的一个人，只是当他对于他的专业这件事情来说，哎，会突然就是有代入感，代入那个合唱分配的那个样子，有那味儿了，就是那种感觉。然后低音就是如果你低不下去的话，你就多点气。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就多点气沉到那个胸腔。嗯，其实我唱低了也行，但是我要是大家有和声，我就容易跟着和声跑。对，还是唱主歌比较容易。但我觉得还可以再统一一下气口。我一般唱歌都是听别人，然后就往人家那边靠，靠得特别准。其实你这样是适合。来，杨超越干什么呢？说什么呢？我是刚才说了什么？啊？我刚才说了什么？气口。好，都听一下，就是每两句吸一口气。啊，两句才吸一口气啊？就是你可以其他地方也吸气，你如果气不够，你其他地方也能吸气，但是一气口的地方一定要吸。是。拜拜。拜拜。别再熬夜伤身体。带点情感就更好了，有点 rap 的感觉。不好意思，拜拜。现在低声部足够了，现在就中声部，刚才你没唱。对，我唱了啊。老师听，我来唱。一二三，走。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打喷嚏，拿走别客气。老师还想到一个，我们要就是要有一点感觉。你们知道什么是 canon 吗？不知道。就是心火烧，心火烧，心火烧。啊，我懂了。啊，就跳几个一起唱。就是学会了这个方式，什么歌都能唱成这样。再来啊！我加进去唱了，我怕中声部不够。好，那再来一次，一二三，来。你们合上了对吧？合上了，他们也合上了，那就是你一个人错了。对不起，老师错了。赖老师错了。哎呀，那边好像快了一点。没有快，他们本来就是比我们快。不是，应该要上到拼巴压令不达目的，应该就是够了，因为只多了就两拍。对，我们刚唱快了。哎，那为什么你们没有呢？因为是按我们的，就是大家按我们的节。对，因为他们就跟我们隔两拍而已。那我们就是拼巴压令。不达目的不放弃，再试一下。好，再来一次。其实我一直以为就是合唱跟普通唱歌应该差不了多少，
但今天就是真正的去尝试了之后才发现，哦，还是挺难的呢。不打目的不放心。OK， 这个可以的，这是对的。OK， 对了。我觉得这次对了。对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赶紧排队形，赶紧排队形，赶紧排队形。对，你们这样子，你们这样子切两半。走进来之后站的位置是什么？就大概就站这儿。因为大娟她在第一排，她从那个地方走过来。对，你去那边，你去那边。我发现小七他对合唱这件事情是真的非常的认真对待的，然后对每一个细节都有很高的要求。朋友们姐妹们，我们马上要正式开始演出了，所以我们一起去换演出服吧。好，欢迎来到火箭少女101的汇报。节目接下来要给你们带来的歌曲是《卡路里》，希望大家喜欢。说声对不起，摸清摸清看看我的锁骨在哪里，美丽我要美丽，我要变成万人迷 pose pose， 我要变成万人迷 pose pose。我说不出来，就我当时我没有想到他们一排坐在下面当听众。卡路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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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敌，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拿走拿走，别客气。拜拜，咖啡因，戒掉可乐，戒油腻，沙发外卖玩游戏，别再熬夜伤身体。啦啦，红砖地。姐妹们，走！为了变成小蛮腰，天天提着一口气；为了穿上比基尼，吃草吃成沙拉鸡。天生丽质难自弃，可惜吃啥我都不腻。努力，我要努力，我要变成万人迷。卡路里，我的天敌，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拿走拿走，别客气。拜拜，咖啡因，戒掉可乐，戒油腻，沙发外卖玩游戏，别再熬夜伤身体。来来，我转体，跳完瑜伽仰卧起，动感单车不拉筋。跑完背影跑楼梯，来来深呼吸，晨跑夜跑有精疲，平板哑铃跑成绩，不达目的不放弃，不达目的不放弃。啥呀？哇，太棒啦，姑娘们，太正式了吧，还穿着团服。你们穿成这样也太年轻了，很久没见了。就是都是我同届的百合的，对对对，都是他们这一届的。那么先送上，这什么呀？这什么呀？哦哦，啊，这是那个
这个是新的团服，刚刚做的新的团服。哇哦！深圳高级中学百合合唱团。然后这个是你自己，这是我自己那一件吗？对对对，你自己穿过的，我留到现在啊，我们都把它保存得非常的好。然后我想你们唱一段吧。啊！我哎呀，我们的观众，上才艺，上才艺，上才艺。因为大家觉得茉莉花是刻在骨子里的，所以就唱一段茉莉花无伴奏，好吗？那你要不要穿上？这才是真正的开嗓。好一朵美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桠，又香又白人。知道我们每一届百合在退团的时候都会举行一个隆重的退团仪式。退团仪式啊，就是当时听老师讲的时候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对，因为其实退团对我来说是我心中的很大的一个遗憾。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补一下这一个退团仪式给你，好吗？哇，那我是比大家还要赚。接下来就应该先补一个你的退团的感言吧，我们都很想听一下。我这段感言确实没做准备，我没有想到会变成退团仪式，就是，我之前就一直觉得就是我高中生活没有过完整。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在合唱团退团，这是真的，就是我真的很爱百合，所以就一直心里就有个疙瘩，你知道吗，罗老师？然后我就一直想说，我要站回来讲。因为美云她当时考上我们合唱团的时候，是我们全深圳市几百人报名来考，但是我们只招25个，所以她是这几百个人里面25个里面的，她是第一名进来的。对，而且她进来初一的时候，她已经开始唱美声了。我和王老师都以为她一定会是走美声的这条路。当时她跟我说要退团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的突然。因为他声音条件非常好，我一直觉得他应该会去唱美声，所以当时我还是觉得非常可惜的。不是，胡老师，就是你知道我当时走的时候我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本来确实也想就是赶紧就是做出点什么，然后就是才有意思回百合看你们。你现在已经做得非常的好了。对，然后我就一直没时间了，我好想回家一次。没有关系，还有机会的，还有机会的，明年再来再来再来。我觉得我赖美云就是这辈子能够
在很温暖的团体，很温暖的像家人一样的团体中，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要不是有你们，我也不会。要不是有他们，你就成为一个美声歌唱家了。啊，要不是你们，我现在就是美声歌唱家了，说不定。赖我们呗，赖我们呗，你赖美云。就是合唱团，让我就觉得有家，然后有朋友，有大家，有姐妹能陪着我，所以就真的很喜欢这种团队感觉。然后我又想到火箭马上要解散了，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这种感觉就很难受，你们知道吗？哎，小七，火箭少女101可能只有两年，但是违规女孩一辈子。能够认识到很好的朋友，然后他们能让我就是开开心心的，我感觉我自己就找到了人生的快乐。非常感谢你们。青春像糖，愿与你一起分享那最真实的每一天，不用彩色包装，每张贺卡都在记忆里存。我们先做好准备。来来来，姐，用微笑做印章。在小七奔向我们的时候，我有一种巨大的幸福感。我庆幸我们能成为他的归属，我庆幸那些他从前拥有的爱与陪伴，我们也能够给他。在未来所有的时间里，我们会一直爱他，也希望他永远被爱，永远强大。在妈妈眼里，小七永远长不大，但我们知道他向往独立，他渴望保护他爱的人，他有很多有趣的爱好，得到妈妈全力支持和爱护的小七一点也不渺小，他甚至很强大，他是最富有的小七。这一次带他们见的三个闺蜜陪伴了我的所有成长，我因为被他爱着，被他们爱着，又或者爱着他们而获得力量，飞得更高更远。而那个放风筝的人，我希望他能在关注风筝的时候也去看看别的风景。关注微信公众号知春路可不这么讲，解锁更多幕后故事与福利。我要带你们感受成都。感谢新浪微博、新浪娱乐、知乎界面新闻客户端、扎克新闻客户端、凤凰娱乐、橘子娱乐、月头条 APP、第一单 APP、闪萌表情、影视头条、北京头条、一心理、巨桃 APP、西半球 APP、新鸟公考、想见你 APP、西瓜子 APP、明哲 S、美萌 Manner、Face 的全都全头、网易新闻、腾讯极光、极光 TV、百度秒懂百科、腾讯概念、塔图文学、有道云笔记、腾讯新闻、腾讯娱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心跳，爱了爱了爱了，不痛不痛的心跳，爱了爱了爱了，不痛不痛的心跳。
每周一晚8点，会员增享很高兴一起吃，和果见少女101共度晚餐时间。你亲妈也在这儿，快给我磕头！呸，真不要脸！哎，葫芦娃，耍个洋马，你快点，你放我爷试试，我就要。咋样啊？做了个好梦啊！你是永远女哟！哇，哎，来亲一个，来碰一个。低音炮三人组，莫名其妙，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都算高的了。建议给你加个飞行器。建议，过来帮帮我。哎呀！我们之间最像家人的时刻。哇，我想说的也是那个。